来吧，犀利提问开始吧，直接问，别问。说出对徐志胜三个心动瞬间。行，那你说出吧。说说你。我对你心动三个瞬间。你说你对他心动三个瞬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放风筝。啊，哎呀，那放风筝算是英俊潇洒。又讲了，又开始讲了。幽默的时候。哎，这有点敷衍了，这有点敷衍了。来了，宝们。哎，梦姐来。梦姐，梦姐来，说出你对汪苏泷心动的三个瞬间。我对汪苏泷心动的三个瞬间。没有。不是，唱歌的时候吧，看他演唱会。哎，这种一看就不心动，太理智了。说什么呢？哥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为他心动。太油腻了。那你们要我说啥？哎呀，限定团都出来了。Vocal 脱口水担当 rap 担当龙哥，你觉得这个团我是 vocal 这有救吗？当然了。哎呦你好会啊，你在音乐上面还是有些造诣的，你在音乐上面还是有些造诣的。哎呦我天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一个玩笑的 get 到吗？谢我梦姐了，谢我梦姐了，就真的很开心啊，就是会感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在录节目，就觉得自己在跟一群好朋友在家里聚会，然后每天我们都就是和六五零一起说八卦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治愈啊，他们知道的好多哦。Harley， 哎，龙儿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 ，Welcome back， 你晾衣服啊？对，自个儿手洗的呀，手洗的。我给你弄那个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吧。我忙完了。热不热？哇，你黑人都你，小豹子，小豹子儿，这是 Tiger， Tiger 对。太好了，帮我老伴儿拿一下。老伴儿呀，我回来了。老伴儿啊，你等着呀，你想我了没？想。你说真话。想。嗯，我可想你。想。瞧你这，你这耳朵没出来。你看你耳朵没立好。一只耳吧。好，一只耳。你就叫一只耳。老头，快把包摘了吧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老伴儿，这哎呦，这这么沉呐、啊！又是 iPad， 又是剧本，又是小说，还弄剧本、哎、这老头。你这七十多了，你这还弄剧本儿？哎呀，他们把鸟给我弄来了，这是冲我来的。小宝现在我觉得他跟我越来越熟了，能不能让他到我们这边来？好呀，他下次就给老师接过来，可以让他陪着你。啊，不是他陪着我，是我陪着他。小宝比我重要。小宝，我回来了，来。哎，小宝跟我特别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恨我，他这智商。他小宝恨你啊？就是我对他好像有点声大了。小宝啊，你爷爷回来了啊？你想奶奶了吗，小宝？小宝啊，小宝，你小宝，你奶奶有点那个，你奶奶那个。小宝爷爷给的好吃吗？小宝，你看他会克你。对，哎呦，真的哎。你看啊，我头几天跟他不理我。到了最后一天，我连喂了三天吧，我喂完它就噔儿从我的手上走我肩膀上来了，就这样，感觉到这儿来是哎是回一个家，我觉得我是越来越自在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看你吓着他了。木溜溜嘛已经嗨嗨了，欢迎来购买。那我去买菜吧，闲着也没事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帮忙啊。我们这边九郎做一个炒饼，然后我做一个麻辣香锅。那如果你做，我就不做了。那你给我们做个麻辣香锅。我不会拿麻辣香锅。可是有点想吃麻辣香锅。行，那哥给你做。做那个鸡翅挺好吃的，比我妈做的还好吃。哎呀，阿姨有她的风格。我妈是很有风格的。那你们去买吧，今天没花完300别回来。啊，就在这儿，这么近。对，是的。你看你们想吃啥？好，那我直接拿口。哇，还有杨梅。哎，杨梅，我妹妹喜欢吃什么都买。谢谢姐姐。哇，还有榴莲。
有点贵，姐姐。没事，买。真的吗？买。买没买？妹妹看哪个买？买。买。所有妹妹碰过的都买。我准备做一个蒜蓉粉丝鲍鱼。蒜蓉可不好做。我有家乐金银蒜蓉海鲜调味料呀。好，我等着尝一尝。这个呢，就是市面上少见的金蒜和银蒜，炸蒜酥香，生蒜鲜香，双重蒜香绝了。还有一个鲜汁包，可以提味增鲜哟。金蒜和银蒜平铺上去，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，180度，5分钟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等待了，非常方便。撒上葱花，淋油，还要淋点酱汁哦。我完全觉得这是饭店里打包回来的。嗯，我也觉得。我发现桃花坞的男生都特别会做菜。嗯，会做饭男生还是会加分的。嗯，那明明说她第一个男朋友是什么？篮球队的队长。篮球队队长，所以我昨天投篮才会那么准。哇，你现在觉得喜欢男生最有魅力的点应该是什么？最有魅力，有担当。啊，吃饭了，开场开场。哎呀，食堂排队打饭呢。啊，对，太有食堂的味儿了。行吗？盖饭，谢谢。炒饼盖饭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老好吃了，我也就一铲子就够。哎呦我，叔叔疼你，疼我。喂，小勺，你这么大个儿，你这曼谷的传统炒饼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给我一铲子就行。炒饼好好吃啊。是吗？哇、啊，我太开心了。谢谢。这羊肉也好好吃。哇，这个麻辣拌老好了，老毕了。太好了，这里面有黄瓜，我太爱吃黄瓜。真能想到。现在吃饭最丰盛的一家是咱们这一家的。嗯，三号我应该肯定也能好了。那军哥不是问我几点来咱美容院吗？我说3点，他说太好了，他再躺一会儿。只要你们这下午就可以。嗯呢。今天收官。收官只做了蒙奇奇。对，蒙奇奇收官。收官客人。你这个脸是啥呀？是猫啊？今天我们的荒唐行为。我问一下，明天什么安排？明天什么安排？这来的给提一个，今天都美娜都提打篮球了啊，你也来一个吧。咱们来一个，我起个名啊，叫荒唐日，好不好？我们是每个家庭干一个，还是所有人干一个？每家庭干一个吧。哎，咱们就跟神灯互动了，围一圈跪在跪圈，你们跟那个互相磕头。嗯，磕头可以。我们家互相扇嘴巴子。最后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我们家学动物说话说一天，学动物说话说一天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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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。我想一个荒唐日，你们陪我好不好？无所谓。我们今天除了吃饭，带着这个录一天节目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但他带一天就不简单。可以，请教。你们俩配跟我们在一起吗？哟，这大漂亮是谁啊？这大漂亮。我会给你们发微博的，我会帮你们宣传。我们家那女疯子，我们家那女疯子呢？哎呀，我今天还是素，我这会儿还是素颜。我今天跟江姐要晚尊。要晚尊，主打一个反差。因为我觉得前一天晚上刚做了非常荒唐的事情，起点太高了，已经没有一个再去超越的那个想法了，所以下午我就把自己好好的捯饬了一番。哇哇哇哇！我们好精致，我们都好努力。哇，孙颖啊，你今天江姐姐居然比我白，哇，好棒哦！我的妈呀，这是我早上认识的我家两个。哎，我要去孟姐那儿做脸去。在哪儿？谷仓是吧？谷仓。去谷仓干嘛呀？我要去孟姐那儿消费一下。
在我看他们那一段的时候，我确实觉得很好笑。王守军，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消费，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出门身口袋里要放点现金。那你也不用弄那么多吧，找人家小姑娘卸妆拿那么多讨怀币干嘛呀？就是找人小姑娘你给多少小费呀、啊、拿我们家的钱啥意思啊？找人家小姑娘还拿那么多，放回去，多少桃花币吗？哇，你揣这么多，你这卸啥妆呀？你卸有妆吗？在家待着难受是吧？对、啊、你的报酬你赚过钱吗？啊